Hello， 魏许的车友们，大家早安！这里是魏许的车友的粉丝团诶。哎，大家好，我是KT 避震器的魏经理。那我们有制作的产品是底盘类的改装品，那最主要的话是避震器的部分。有的车友可能有看过经理的直播啦。那在 Wish 里面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开过直播的样子。这台车是二代的 Wish， 大概行驶的里程数大概十万公里左右，大概十万公里。那避震器的话，右后已经有漏油的状况，右后的话十万公里漏油应该很正常，这是原厂的。车主的话是有说已经漏油一阵子了齁。这是后面的避震器。那今天要安装的是 KT 的道路板齁。那 KT 的道路板有的车友有很多的 Wish 的车友齁也已经有安装过了。那刚好今天礼拜六啊，公司里面休息，只有我跟师傅有加班，所以比较有一点小空档来开个直播影片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台 Wish 改的是道路板，那所谓道路板就是还是能维持齁 Wish 啊本来修旅车应该要有的舒适度，所以前面弹簧的部分 KT 的话配的是一个大灯笼状的弹簧，后方的话公斤数才配五公斤而已齁，所以把行程拉长一点点，行程拉到后面的行程拉到大概12公分，后面的弹簧啊也刻意拉长，然后把公斤数稍微降低，因为 Wish 这一台的后方悬吊系统有几台车都差不多是类似的结构， Artis 九代十代十一代的 Artis 都差不多这样的结构，还有Sienta 后来比较新出来的车的 Sienta 的后方啊也是类似这样的悬吊系统，只是上座这里的局部设计呢不太一样。那为什么 Wish 这里会做的比较平整，因为 Wish 啊后方的话有的还会有第三排椅子，所以它如果上座像 Artis 一样凸起来的，它会浪费掉车室里面的空间，所以它的 Wish 上座跟 Sienta 跟 Artis 是不太一样的，它做的比较平整一点，但是底部这里的局部结构啊都差不多，除了一代的 Wish G 啊它的悬吊系统是不一样的，它的后方是多连杆的，所以一代的 Wish 还有二代的 Wish 后方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齁。它前面的话不太一样哦，前方的话一代位许跟二代位许这个上座好，这个上座不太一样，二代位许啊这个上座的螺丝是粗的，一代位许的话是细的，是 M8 的，那这个是 M10 的，这个防尘套都已经破掉了，用十万公里齁还蛮够本的。那当然啦，Artis的那个Toyota的品质齁，零件的品质啊出了名的，这个妥善率很好哈，所以撑十万公里还 OK。我拿一个东西啊，它是在锁在前面避震器中间有一个离载串，那个离载串的话右边已经破损了哈，所以我们在汰换的时候就一起把它换掉。离载串在哪里？好，借我一下嘿，我拿给车友分享一下。这边是，这边是右边哦，这个是右边的，这个是左边的。好，这个就是锁在避震器上方哈，它会有一个离载串的连杆。那离载串的话，通常啦，它是一个球头机构，好，这个是一个球头机构，它的负责工作哈是负责在下方有一个防倾杆，这边的话是锁在避震器的旁边，好，所以它负责防倾杆的力道传达，所以它这个会有一个作动的角度。但是这个角度啊，作动久了之后，它的球头会磨损，或者是说这个防尘套会破损。这样镜头有对到焦了哈。这个会破损之后啊，这里会少跑沙尘进去，所以跑沙尘进去之后，它就会有异音的状况哦，间隙会变大，然后遇到坑洞的时候就会有叩叩叩的声音，或者是说在转向的时候也会有啪啪啪的声音，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消耗品的零件。这个是 Artis。前面的离载串，所以一边坏掉另外一边也差不多，所以我们就趁着在汰换避震器的时候一起帮车主来做更换。这个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我们今天没有小编耶，收音如果有不正常的时候再请留言回复一下哈。今天小编休息。好，那前面的话，那我把镜头啊
移到前面已经安装好了，然后也顺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KT 的用料哈。在避震器的话，威许的话，应该啦，很多的车友啊推崇的是日本 TIN 的品牌，对不对？日本 TIN 的话，它的品质的确相当的好。好，我把镜头架好。OK， 日本的哈 TIN 的话，它的品质真的很不错。那威许的话，有很多的车友推崇 TIN 的 KT 呀、啊，所使用的里面的油封就好像是避震器里面大概数一数二重要的零件。这个的油封，我们使用的跟 TIN 的一样，都是日本 NOK 的油封。也许有可能车友对这些汽车品零件的品牌啊不是很了解，那也可以 Google 一下看看，打上 NOK 空白 Orange 或者是 NOK 油封就可以知道日本油封的第一品牌就是 NOK。 TIN 的话使用的是日本 NOK， KT 的话一样也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虽然它的油封相当的贵哦，它的一条油封大概是台湾，我们不讲大陆了，大概是台湾的七倍的价钱。那为什么那么贵，还是那么多的厂商需要使用它？因为的确啦，它的品质的话是相当的不错哦，所以我们 KT 一直以来都还是使用日本 NOK 的油封。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零件，我们人体啊传达血液啊，血液是不是很重要？那避震器的话的血液是什么？避震器的里面的填充的阻尼油，里面的油脂啊来传递，就好像是我们人体血液一样，所以里面避震器里面桶身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也非常的重要。 KT 所使用的阻尼油就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这个品牌也许不像是什么 Mobilu 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油品那么的知名，可是这个是在意大利里面是很顶尖的一个油品。意大利有一个大型重机的品牌，像是日系的车 Kawasaki、Suzuki 这些的。意大利也有一个很知名的重机的品牌叫 Aprilia。Aprilia 它的前避震器还有后避震器的指定用油，就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所以它的油品是相当的不错哦。所以我们的避震器里面所填充的阻尼油啊，也是使用意大利 IP 的油品哦。这个的话都可以 Google 一下看看哦。单换前面两只离载算多少钱？我们刚刚换的这个离载算是多帮车友服务的啦，就是顺手帮车友换一下离载算的。如果我们到材料行去买的话，一只应该是400-500块，原厂会比较贵一点点，原厂的零件会比较贵一点，大概都离载算不贵。好，那我们避震器已经装好了，我等一下先介绍一下之后再把镜头啊转过来会比较清楚一点点。这个前方这一边的话，这个就是刚刚换的离载算。离载算它是连接到这个防倾杆的这一支连杆，这个是消耗品，所以我们刚换避震器的时候发现这个离载算坏掉，就一起把它做汰换啊。 KT 的避震器啊，改装的也许有可能车友对这些改装避震器比较不了解，那换上 KT 有什么好处？第一个， KT 的话是高低可以调整，像这一台车的车主啊，他日后还会垫 spacer， 还会改装刹车，所以今天的车主比较特别一点点，他有指定啊，他的车高要跟原厂的时候一样高，因为一般经理所接触到的威许车友通常会希望，我们可能降低大概剩下两指，一般说的两指就是轮胎的上缘啊到叶子板的距离，像这一台车啊，前方大概是4指幅左右哦。也许有的车友就希望能够降低一点，那降低有什么样的好处？降低的话，我们看看路上的超跑，它的车高啊都非常低，车的变低之后，重心当然就变低了，所以它过弯时候的稳定度就会变好。那当然了，视觉上的效果也会有点，但是跑格，所谓的跑格就是它看起来会比较像跑车，所以视觉上看起来效果也会比较好一点。像这台车的车主啊，也已经改装了18寸的铝圈哦，所以当18寸的铝圈在辅以车高降低之后，整个视觉效果就会有漂亮的感觉哈。所以改了 KT 之后，车高可以降低。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这一台车的改了 KT 之后，软硬度啊也能自己来做调整。所谓软硬可调的意思就是它在桶身的上方，原厂没办法调整啊，所以原厂给我们什么样的设定，我们就只能照什么样的设定下去做驾驶而已。但是改装 KT 之后，
高低可以调整，软硬也能调整，所以可以比较可以随心所欲的来做调整到自己想要的底盘的感觉。那这个调校的话，我们在安装时候的话，不论是我们的经销商，这里是 KT 制造的工厂，其实 KT 有很多的销售的通路体系啊，在北区有北区经销商，在中区的话也可以 Google 一下飞鱼底盘技研，这个是 KT 的中区经销商，这里是 KT 制造的工厂，这里安装的数量其实不多，因为我们这里空间小，最主要的就是新车的研发跟开发，或者是说遇到一些问题没办法排除的时候，车主就会跟我们经销商会同经销商会来这里我们帮忙做检测，那所以这里安装的数量少，但是我们销售的通路的话非常广泛哦，北区有经销商，中区有飞鱼底盘技研，中区有很多的店家，北区有很多的店家，南部的话也有很多的店家，甚至是花莲台东澎湖澎湖的话也有一个个人工作室，也都是订 KT 的产品，所以我们服务的一个台湾啦，台湾的话服务的一个广度的话算是还不错，但是Wish的车主啊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改装避震器啊到底是适不适合我来做驾驶，所以 KT 啊在我们的销售体系里面其实啊有很多的一个试乘车可以提供给车友来试乘，像今天安装的这台车，如果经理没有记错应该是礼拜二应该是礼拜二来试乘的啊，因为我们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车子都满了，所以刚好约今天假日的时候来帮车友来服务，所以如果啊车友不知道这样改装避震器的感觉是不是适合大家的话，很欢迎啊跟我们的通路商或者是你在 FB 里面搜寻一下 KT Racing 的粉丝团啊，可以到里面去询问一下，我们的试乘车有多种的，有的是日系车，有的是小车，那有的是欧系车，也有蛮不错的车子可以提供给车友来试乘。那 KT 也有另外一项商品，就是气压式的避震器啊。什么是气压式的避震器？就是我们有手机啊，下载一个 App， 它就可能够做升降的一个展示，所以那个也是还蛮炫的改装产品啊。那今天要介绍的不是气压，今天要介绍的是一般道路版的避震器哈。那我把镜头来转正了哈。今天没有小编，所以经理都自己来拍摄。那如果线上车友们了哈，你有问题的话，都在立刻做线上询问。我会把镜头啊带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好，像这样，大家在问的是离载算是在哪里，我就可以把镜头带到大家想看的地方。对啊，背景声音，因为我们还在施工当中啦，所以会比较吵一点点，请大家见谅哈。因为这个就是 live 的啊，就是现场直播的哈，所以会比较吵一点。好，这一条就是 KT 为了这些比较需要舒适的车款所专门打造的弹簧，可以看到它弹簧跟弹簧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所以它在做动的时候不是直上直下，会比较舒服一点点。这个是200x7公斤的规格，那在前面上座的部分就可以调整软硬度了哈。这里好，引擎室打开，来镜头拉远哈。这个引擎室打开之后，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啊。这些上座哈也不用再拆原厂的来用了 ，KT 全部都给你附新品了哈，不需要再拆原厂来沿用。好，这三颗螺丝，这个是上座的螺丝嘛？我镜头再拉近一点点，来这里手指头指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 KT 的 logo， 这个 logo 是能旋转的哦。好。这样顺时针的话，它就变硬，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好，嗲嗲嗲的手感。好，那我现在再转两格回去，因为我刚刚把人家转两格过来了嘛，哈，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调整前面的软硬度的地方。那我们把它顺时针，就变硬哦；逆时针的话就变软哦，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那调整的秘诀啊，副驾驶座跟这边的驾驶座左右边一定要对称。那前面的车高要怎么调整？前面的车高调整了哈，车友就没有办法自行来做调整了。前面的车高调整就会建议啊，交给专业的技师来做调整。这边的部分 ，KT 出厂的时候，弹簧的预载值都已经设定好，这些技师也好，或者是车主也好，都不要动它。我们要调整的就是有这个，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旋松。逆时针的方向旋松之后，它调长它的车高，就会变高。
它缩短的话，车高就会变低。这里的距离比较大，因为今天的车主啊，想要的车高是跟原厂是一模一样的高度。好，在这个地方。Hello， 黄峰大你好，花莲在哪里安装啊？花莲的话哈，吉安呐、啊、有一间叫奇盛轮胎哈，可以 Google 一下奇盛轮胎的小李老板啊，那里也装过好多套的 KT 咯。奇盛轮胎，好，那边的话是一个专业的底盘店。花莲啊，如果找不到的话，再私讯我们小编啦、啊。好，你再打一下 KT Racing， 然后搜寻一下找我们小编。奇盛轮胎，花莲的奇盛。哎，阿仁，你先帮我拿400块给老板一下，或你那里啊，我等一下拿给你。好，这个是后方的哈，后方的话它的悬吊系统，这个啊哈，好多车都是用这种的悬吊系统哎。这个是230，哎，刚好认识哦。对吧？哈，那个奇盛轮胎也在花莲也还做得蛮久了，经理跟他也配合蛮久了哈，可以问看看。啊 ，KT 的话价格都一样了，像这一台车也怎么没有人问价钱呢、啊、？KT 的话，这一台的魏许哈完工价道路版是26000元，好，后面的话250场5公斤，然后这个脚管下方这里就是在调整高度的，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调，所以后方的悬吊系统很单纯呐、啊。这个算是扭力杆式的，好了哈，都好了。好，那后方的车，上座哈、哦，藏在这个地方，拍得到。好、哦，这个算是第三排椅子，第二排跟第三排的中间，上座从这个地方，所以要拆避震器或者是要调整软硬，都是从这个地方。都装好了哈、哦，好好好。那我们的师傅哈，现在几点？现在9:30，一个小时哈，这台车就施工完成。那剩下的就是微调啦，车高的微调，阻尼的微调。Hello， 钟汉大你好，一组的话 KT 啊哈，道路版是26000元。好，那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快结束了哈，如果下次啊，经理刚好有在开到 Wish 的直播，好，有 Wish 的安装的话。我一样会开个直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这个是跟 Rice 一样 ，G25 哈，经理金学员也是用这个铝圈呢，很漂亮。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还有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啊，再请私讯一下我们喽。谢谢各位 Wish 的车友，拜拜。结束。结束的话。